接电视光。上次呢，我已经把我的装备有换了一个安全帽，护甲也换了。接下来怎么办？我多半需要花一些木材啊。哎，也不是这里哎。啊，我家到底跑去哪里了？我记得是在一间那种亮亮的屋子那边啊。对啊，我记得就在这个护盾家旁边附近而已啊。哎，你看人家的家都有护盾，超强的。我如果走过去，不知道会不会怎样？哎，不会怎么样哎。啊，在那边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我家在哪里了。细下木头，我们待会来做一下我们全身木头装。哎，我家真的被拆了，我记得我家在这上面啦、啊，怎么会不见了？可能那个我没有把它升级啊，所以衰弱值变低了这样。哎，后面居然有人盖了，偷用它的。哇，显示你永久坐标，当你制造它之后放在身上将永久有效哦。那我是不是该做一个这个 locator 做一个好了。哦，坐标在下面那边啦、啊。哦，你已经有最后造访的洞穴是在 LAT 那边，然后这个地方呢，这个游戏还可以去别的星球，这是我觉得比较有趣的。我们再去找看有没有别的副本好了。不痛不痒，不痛不痒。然后这个是可以换职业的，可以换职业的。哦，那我们现在目前是11级啊，那其实我们可以转为猎人，猎人可以让我们提升更多伤害的技能，不过要蛮多这个 X 的这个东西的。你看我身上都喷掉了、哦、真的是很麻烦。这个小枪我们上次有做吗？哎，上次好像没做到、哦、好，做一把小枪。看目前我们这个哎脚的护腿的可以建造了，用一下，好吧，我们把脚给换上去。这个加7%的奔跑哎，然后腿甲也换一下。哇塞，哎，这样全部都有嘞。全部都是木甲装备了，然后之后如果有做到化石的，化石要二级的军械库才可以做。这样，我们去比较高等的地方，你看上面还有房子，哎，有人已经盖到上面去了。然后拿到弹跳包呢，你就可以跳上去，因为有些副本呢，它是在上面的。这个其实是不错玩啦、啊，只是说它要一直经营啦、啊，对，它不像阿克那么节奏那么快、啊。像这种有蓝色披在它身上的呢，这种怪物呢，有机会掉蓝图。哎，还没有掉。它这个之后还有喷射机耶，超酷！传送门好像是这个三角形，好像是盖这个吧。哇，要好多东西哦，来吧，建造一个，就是这一个，一个孤单荒凉的月球，适合等级是13到15级，好吧，我们就无电力哦，所以我必须还要再盖一个发电的哦。我这样好浪费我的装备哦。Come on, let's go， 太空旅行。这里有人盖耶。哇塞，我们来看一下下，好高哦！哇塞，太高级了吧！整个星球都他家了，多收集一下下。哇，我觉得我们太渺小了，人家盖成这样子。我来看看这边的怪物有没有不一样哦。这里的岁月好高哦，那里有一只怪，我们来打打看，是三级的。打他都不太会痛啊！我好像快要死掉了，我肺部好像没有氧气耶。哇，所以来这边要氧气瓶，我氧气瓶是这个。哦，喝一罐。哦，我的肺部又充满了活力了。放到副频道。哇塞！哇哦！哇，外星人啊！哦 ，level up 了。躲在木材旁边透视他。哇，这个感觉很酷哎！哇，我掉下去了，去死吧！呜，打不太死、欸，他有点击退的感觉。哦，掉蓝图了，外星的蓝图是什么呢？哎，不要跑，不要跑！这个是什么 ？Automated gun turret。这是枪塔之类的，是不是？他的屁股好性感哦！我觉得这里有金色的矿，哎，不一样的。我们都试着来看看好了。哦，他那个一罐那个氧气瓶很快就没了呢。哎，不一样的东西，不一样的东西。果然这个需要来这边才会看得到。这里还有一个裂缝，哎，可以穿过去吗？嗯，按一操作。哦，这个回去星球就对了，好吧？不然我们回去别的。我们原本是在阿尔法了。那我们去贝塔看看。哎，回来了哦，贝塔就是这样子哦。
所以只有那一个是特别的星球这样。哦，那像这个就是我们的机械随从，对吧？你可以多买几台，我们来买一个经验加成的好。Yes， 我们有一台了，然后我们把它用出来。有没有就飞出一台了，然后我们在这边呢可以点一下技能，这个可以让你增加随从时间，但是升级要很多啊。哎呦呦，好像来到海边了，哇，水水水，11到14级的，没错哦，有狼有狼欸，我们先飞来这边，先飞来这边，配乐很好听，对啊，配乐真的不错，这里是海边吧，对不对？好酷哦，还有沙滩呢！哇，吓到我了，吓到我了！那边好像有东西耶！哎呦，你居然在……哇，出现大王了，出现大王了！哇哦！哇，怎么这么多只啊？啊，我现在在这个栖息地是不是？死了吧！300耶，那经验值300。南投，南投到台南只要一个小时，这么快吗 ？OK， 可以，又有蓝图了。是什么 ？Building， 哦，房屋罩哎，我有房屋罩的蓝图了。哇，太好了，那我之后盖房子就可以用喽。其实玩这个游戏就感觉是在聊天一样。哦，这里好荒芜哦，住这边会不会饿死？这个我们之后可以做，因为我们好多骨头。奔跑加死啊，这种化石装呢也是不错的。Building large， 哦，可以制造更大型的一些。哇，打不死。OK， 我们快要13级了。耶、yeah, ，又有蓝图哦，全身的铠甲装了。我们去那个目标塔那边看看，看那边是什么？那个很像副本哎、欸。哇哦，前面很像是阿克的雪山呢，有没有很像吧？来到沙漠了，那里有一个不一样的矿，我们来看看，这几级的、啊？15级耶，15级的鸟啊，我们还是不要乱用。我们家的公司都是做全台的，这么好。哦，这个叫做什么 ？Sunstone， 太阳石哎。哇、哦，太阳石啊 ！NPC 不要跑。Hello consumer。哇塞。SMG 的哇，还有这个什么 shotgun 的呢？哇，越来越多东西了哦。Plasma 僵硬的，哇哇哇，什么东西啊？哇，外星人来了，外星人来了，外星人！哇哇哇，25级拿刀了，拿刀了！下面东西啊，哇，好恐怖哦！呜、哦，他会波动拳。我把他打死看看，他名字好，他叫 Hunter， 他是 Hunter 哎，猎人等级的，还好我们刚刚子弹买的够多啊，打他才饿哎，我快跑快跑 ，hungry 我 hungry 了，啊，糟糕糟糕，啊，我不要死在这里，啊，人家刚饶我一命，我居然听，快，奥特曼，OK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在左下角帮我点个赞，点个订阅，右上角资讯卡，这个游戏更多连载，我们下期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